佛诞节不同，马来西亚关丹慈济志工今年举办800人的徒刑浴佛典礼。菩提叶啊，它有苗条，有比较丰满的，它可以全进我们的人数了，把它调。召开多次事前会议，慈济志工讨论三节合一的筹备工作。这是我们的浴室，你们回去还可以号召你们的朋友。除了入校宣导，志工见人就邀约，希望当天人人一起来沐浴佛恩。好像周日那些师兄姐他们去做工嘛，我就没有做工的人嘛，我就早上啊，我就把家事做好好了，然后4点傍晚他们每一场我都出去了。即使面对到有些会众呢会拒绝你，马上拒绝你或者不理睬你，你在说的时候他就挥手了。上人时常教给我们说做就对了。假如你要去看的可以，假如你要去 join 的，你要去参与这个也可以，再参与这个你就要穿白色的裤。挨家挨户宣导佛诞节，志工举办说明会，希望透过三节合一的系列活动拉近亲子间距离。我们就会比较专注于那些年轻的，然后就顺便跟他们讲当天是母亲节，然后除了出来浴佛之外，如果以你的身体力行这样子来完成这个徒刑，一起祈祷也是报答母亲的一个很好的行动啦，好过你买花。有人负责宣导，另一边有志工为浴佛典礼分工组装浴佛台。人人发挥螺丝钉功能，为迎接佛诞节准备，过程忙碌却法喜充满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明辉马来西亚报道。美国北。